我们追求一种极致，这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态度。我们用心做好每一个细节，以循环发展为核心，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具价值的绿色农产品。瑞祥，中国优质小麦蛋白、大豆蛋白生产基地。专业是一种精神，我们一直坚持专业精神，成功开发了一系列适应全球客户需求的小麦深加工和大豆深加工两大系列产品。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总资产17亿元，即基地种植、科技研发、农产品加工、进出口贸易为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国内一流的现代化农产品综合供应商。专注是一种信仰，我们建立了产品研发、供应链管理、服务支持和市场营销一体化管控体系，实现了从种植到终端产品以及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运营，效率更高，品质更好。如今我们的主要产品小麦粉、小麦淀粉、谷软粉、酒精、高蛋白饲料、非转基因大豆油、大豆分离蛋白、大豆膳食纤维以及可溶膳食纤维、大豆多糖等，正在为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带来更加舒适的产品体验。我们以国际前瞻的发展理念，倡导绿色农业循环经济，通过自主创新，构建起了两大循环经济产业链，其中年30万吨小麦深加工循环经济产业链，以小麦为原料，逐层次提取特精馒头粉、水饺专用粉、个性营养粉、酸性发酵粉等系列面粉，然后通粉提取谷软粉、小麦蛋白、小麦 A 淀粉、 B 淀粉、物聚糖，再转化为特级、优级酒精产品和饲料。谷软粉生产工艺采用全球先进的3项涡轮离心机分离技术，实现全封闭清洁式生产加工，其规模产值、生产设备、工艺技术、产品质量均位居全国同行前列。年18万吨大豆综合深加工循环经济产业链，以国内非转基因大豆为原料，逐层次提取非转基因大豆油、低温食品级豆粕、分离蛋白、膳食纤维等。大豆蛋白生产选用先进的生产工艺，主要核心设备采用大川原喷雾干燥塔，单线产能突破12500吨，是目前国内单线产能最大的生产线。两大产业链废水经提取高蛋白饲料，通过厌氧发酵提取沼气，沼气发电供给产业链，耗氧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以及生产环节产生的下脚料作为有机肥加工的原料，用于改善公司种植基地的土壤肥力，实现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料全部循环再利用，形成了从小麦、大豆基地种植深加工资源价值最大化、液态养殖、沼气发电、水资源回用、有机肥加工、基地土壤修复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模式，在业界独树一帜。我们坚持创新，领跑行业，拥有多项科研成果和核心专利技术，并且通过了一系列最严苛的国际标准认证，取得了 ISO 9001、ISO 22000、HACCP 认证、清真 Hello 认证、清真 MUI 认证、 K
Kosher 犹太结实认证 IP 非转基因认证英国 BRC 全球食品安全标准认证等证书赢得了业界及客户的高度认可以世界领先的工艺与品质享誉全球极致是一种态度我们追求产品质量的极致实现了全流程质量管理我们在全国范围甄选品质最高的优质原料从原料到产品每种产品都必须经过多个检测项目的严格测试从而确保产品质量达到最优在服务环节我们同样追求极致以大服务理念与世界各地众多一流的合作伙伴建立了战略合作在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东北美澳洲以及东南亚等我们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客户提供更具价值的产品及个性化产品的开发应用和全方位的售后服务在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今天我们正在积极打造以特色小麦非转基因大豆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和互联网加营销工程为一体三产融合为特色的链式循环经济产业体系专注客户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做全国一流的小麦大豆健康产品供应商我们高度重视安全环保节能减排为推动产业发展拥抱碧水蓝天和促进国家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贡献力量瑞祥锦瑞极致乐享生活